那下半场开场之前，我们欢迎管弦乐团的后援会的会长李新林李会长来给我们讲几句话，掌声欢迎。校长、主任、老师、以及各位、各位嘉宾、今天呢、今天我担任那个后援会会长第五年以来第一次站在台前。今晚呢，我想借由今天、这场优质的露天音乐会，代表艺才班的家长呢，谢谢、黄校长、谢谢校长对艺才班学生的、爱护、关心，还有叮咛，还有关照。让黄校长带领着他们、做出一场又一场精彩的演出。每一场呢精彩的演出其实就是为了下一场精彩的演出做准备。也谢谢黄校长在成功国中、为了学生家长还有老师们所做的精彩的演出。希望在这边呢借由、各位贵宾跟黄校长说声谢谢啊，我们一二三说谢谢校长，谢谢校长。对，校长辛苦了，谢谢您。接着呢，就请各位贵宾跟您身边的人呢，继续享受今晚美好的夜晚，美好的音乐。谢谢大家。